此刻游戏愉悦大家，我是呆梦。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61期的最佳盘点。在 S9 LC 开的舞台上诞生了一位足以载入历史的中单选手乔伟。作为 LC 开的新人，出道不久便创造了恐怖的 KDA 记录，其操作以及实力让全世界对这位17岁中单选手刮目相看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乔伟出道至今的五大成名时刻。乔伟左一塔下，一秀二，亮翻全场。2019年 LCK 春季赛格里芬对战 KT 的第二场比赛，比赛进行到6分钟时 ，KT 中野联动开动乔伟，乔伟操刀左一上演神级 EV2， 虚弱降低伤害，进化秒解控制，闪现拉开距离。待妖姬撤退之际，乔伟突然回眸一笑，睡眠气泡成功睡到，同时人品极好的捡到闪现，跟上普攻带走人头。此时左一血量太过诱人，皇子最终抵挡不住诱惑，被乔伟小走位躲开 EQ 秀翻于塔下，此一波 EV2 着实看得过瘾。想动踩上来，虚弱先挂住，但是链子链住了。超伟这边进化铁漂亮，交闪躲了闪现踩，睡住要反杀了。这个位置拉 Q 手上的闪现是额外伤害，漂亮，超伟漂亮。 BD 这波贪了，但闪现 EQ 没打到，被塔打难道要送两个人头？出大事了，出大色，兄弟，这就是硬被秀哭了。八条魔灵震荡波，超威上演毁天灭地。2018年 LCK 夏季赛格里芬对战 IF 的第五场比赛，41分钟大后期团战，格里芬虽然抢龙失败，但是超威发条的一记大招要了老命，直接大中敌方四人 AD 以及上野陆续阵亡。最终凭借这一波精彩的团战，格里芬直接中路一波结束比赛。应该是要尝试的，缩得过去给视野，但是大龙闪下去没有抢到，是被 Africa 稳稳的拿下的发条。大龙发条发条，这个位置还可以，而且维鲁斯这个位置跑不掉了，塔姆估计也跑不掉，塔姆没有闪现，这样的话应该是一波零换四，有机会推掉一路高地。魔影迷踪秀翻蛇女，超位再现妖姬魅力。2019年 LCK 春季赛格里芬对战 SD 的第二场比赛，比赛来到10分钟时，蛇女率先出击，超位反打一套，蛇女却有点站不住了。紧接着超位的操作让 Demo 不禁虎躯一震，这我的天哪，这也可以！这小子的操作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瓜皮，实在是让人激情四射。想动妖姬，但妖姬这个位置想强行动还是很难的，反身刀过很危险，身上有引燃，逼出了护盾，反身也把大变出来，闪现大了，终于这一波，这一波魔影迷踪跳进去骗掉了石化凝视以后再跳出来，这才是鬼速妖姬啊。年仅17岁的超伟手速有多快？进化秒解女巫大招。2018年 LCK KES 杯，格里芬对战由小花生率领的 GEN 战队，比赛进行到7分钟时，超伟率先出手进攻，不想花生盲僧就在附近。然而此时的超伟一展年轻的资本，几乎以不可能的手速秒解 B 女大招，然后扬长而去，而留给对手的只剩无声的叹息。年轻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盲塞边上蹲的，这波上的话可能要被抓了，但是身后也有人，这波看伤害了，怎么说刀被 Q 过来躲了盲僧这一下，用进化解掉了盲僧，这边也被 W 打一下，还差一下普攻啊，并不行。位于本期第一位的就是传说中的会不会玩系列，车位高地一打四击杀两人全身而退。2019年 LCK 春季赛格里芬对战韩华的第二场比赛，25分钟车位阿卡丽强拆高地，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车位开启一打四模式，一套华丽操作带走赵信，二段大招切入后排斩掉蚂蚱，同时闪现躲开锤石死亡判决，然后绝尘而去。此一波操作就连自家教练都拍手叫好，其前途真的无可限量。大招，阿卡丽这边血量很好，还可以下路高地，他可以交侠阵硬推。啊，小兵也可以推的，啊，这个技能拉掉，这技能赵信没大，他知道这里被他秒了，哇，没办法，他知道这，哇，哇，我闪现躲了个 Q， 这。
在职业赛场上，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。Demon 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 Demon 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收藏支持一下。如果你和 Demon 一样喜欢英雄联盟、喜欢职业赛事，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，收听 Demon 视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。